在状况安怎？拄只住下过啊，人搁咧困咧。多谢。小田的有名真的很可怜的。十年前，为着跳过伊五妹已经结婚的新婚，甲伊搞外遇，想不到十年后，伊阁成为别人的第三者。看伊即卖情形，伊上需要的是迄个查甫人的陪伴。我也是主动联络伊男朋友过来好啊。你敢不知道你这阵啊不接我的电话，我真正足烦恼的。小婷今仔人伫个济仁医院。叫我李夏。我是医生。小婷哦，伫个病院病房。小婷想让你病院，你想做甚？好，我先过去哦。精神啊！即摆人感觉安怎？有倒位无爽快无？我感觉有较轻松啊 ，Jasmine， 多谢你一直甲静默甲你陪我。按你讲啊，你即摆怀孕初期，大家歇困，当休跳，上重要的是你的心情会帮我轻松。我是想讲，若无什么代志，我想要转院回去啊。袂用的啦，你即摆身体状况哦，毋是真稳定，你要等身体较好诶，才出院嘛。这段时间先留伫个病院安胎啦。来啦，倒来遐困。